点下着蒙蒙细。今天我们去公公婆婆家，本来老大也想去的，可惜他打民工的地方今天请不了假。这雨四下飞下，先买点水带在身上。库拉卡又买可乐，瞧这黄金周的东京到处都是回乡探亲的，去旅游的。这边在卖什么？这边是卖停车场的。这个是新干线。Oh my god！ 看着人。现在是先走，对，我们是坐这个方向的19号。老公给他本书，前面的大叔把位置让给我们了。那是围绕东京一圈的三条线。哇，好多的人。这周围都是温泉。这里有很多的大工厂，包括制糖厂。现在在找午饭去哪吃？这是车站周围，这条路好漂亮，也许都是饮食店。那是城堡。从那边能够看到城堡。很香，有牛奶的香。老二说到了公婆家差那个饭，女儿大了还是有点用了。这是马腿鸡肉和松露。好吃。头一次吃抹茶碗。好吃好吃。买两个。这居然有胶原蛋白粉卖，50元钱，买一袋试试看。这靖港的有名特产，鳗鱼饮食。我免费。这条路3月份的时候樱花盛开，特别美。老公小时候在这里面抓鱼呢。那边有人合作，都是一些中老年人的合作团。从这儿看城堡特别美。公公的庭院，他哥哥在这儿收拾得很不错。这是他哥哥准备的一个小冰箱。妈又进去了。喂，那你先呢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两个。这里是公婆上电脑的地方，真的佩服他。预备食物和饮料。这跟我家一样，是奶奶自己做的。你就给，就过来，过来，这么大，冷热水给他。
で、こちらはみんな、あの、普通に電子レンジでチン。あ、そっちなの？うん。これ大きいもんね。三杯粥。おかゆじゃん。おかゆ常温でいいんですよ。みんなおかゆ。おかゆは向こう。这个人穿的是奶奶的衣服，还挺好的，合身儿。那四个嘛，就十分吧。嗯，他今晚上要做个土豆烧肉。六十九。嗯。我们晚上的房票来了，都是专门的店送来的。啊，上来了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哦。管点用啦。嗯，ありがとうね。哇，拉面吗？还有拉面。他哥哥，嗨，收拾的很干净。嗨，两个小孙女拍上用场，姐姐姐，喝来酒。这个电视机是他哥哥新买的。嗯，这哥哥收的干干净净的，他哥哥就是喜欢整洁。这个钟喜欢很特别。三人的，给三个孙女。那讲起来，给的，就这。还有包括我们的。哎呀，久しぶりに来たんだもん。みんなの顔見てね、それが一番じゃん。私がね、使うことはないもんですよ。もう欲しいもん。哎呀，贅沢。头一次看放这么多的料酒。哇。量が多いからな、もうちょい入れちゃうか。嗨。这就不好了，这边三个，这边我睡吧。哦，味噌のタレ。肉，お肉とキュウリ適当に合わせてみた。ちょっと量多かったかな。啊，看着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，老二这手艺。嘿，ありがとう。これだけあればどうと。好きました。おじいちゃん、よかったね。人生也做的，小姐。公公就喜欢吃面包，好许多。嗯，公公最近都不愿意起来吃饭了，就躺在床上吃了。嗯，但是他还是每周要去三次，老人健康中心。哎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老公还要喝两杯。哦，过来啊 ，Big 是这个，最近才发觉。我睡觉的时候呢，鼻子好像是堵着的，所以这也影响了我的睡眠。姑婆给了我这个叫 Bix 的，这个药也是日本的老药了，据说抹在这儿挺管用的，今晚上抹一下。这是酒，红茶的酒，真有意思。头一次喝，公公一百岁了，啊都不怎么起床了，不过神志还是很清楚，奶奶还是和以往没变化。他们晚上都睡得很早，八点半就上床了。